啊，不就不他他不就是会耍个剑啊什么的？但你看到岳云鹏之前他付出了多少吗？来的比谁都早，他来了都8年了，这个他比谁都笨。最没辙那会儿，德云社几乎所有的中层干部都找过我，咱把他开除了行吗？吃的比谁都多，什么都干不了。那你当初看人有问题啊？没问题啊，小岳这点让我特别欣慰，就从当初到现在天壤之别，人一明白过来，你拦不住。哎，德云社最需要人的时候，勇敢地站出来顶，我挺欣慰的。我印象特别深，我有一个包袱，我这个包袱使完之后下来，小兰跟我说：“哇，这个包袱真好。”这句话我记一辈子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夸过我。我觉得我的包袱还挺能入他眼的。我觉得我挺好的，当时都哭了。经常会说我想跟岳哥交换我们的人生。岳哥，你经常私下里问我为什么要换，就是很多生活没有经历过就会不懂。希望你永远别懂。